哎呀，小舅子，好久不见了！哎呀，不能轻一点哦！你看，你两个人轻一点，挖过一块地，好点。说起来也快一年了，对，我们来义乌快一年了，还是今年上半年过来的。我每次到这来，都是我小舅子过来接我。 10月份要过去过嘛？是啊是啊，10月份是过去过。已经跑了半满月，就又有几个月了，因为几个月没回来了。媳妇，我去年跟矿主他们来过一次，媳妇你来过浪莎没有？我没来过，虽然说我在浪莎这边，在义乌这边待了20多年，对这个名字啊既熟悉又陌生，熟悉嘛在这里待了20多年，陌生嘛是没来过，没有。 那时候我在浪莎这边，在义乌这边待了20多年，对这个名字啊既熟悉又陌生，熟悉嘛在这里待了20多年，陌生嘛是没来过，没有亲自来过浪莎。没来过这厂里面，只是这个浪莎这个名字打得很响，很响哦，将有几十年的了。几十年的老品牌了，这浪莎第一次出袜子，它是跑了内衣跟袜子是主打。哥，来，这是这个话，就是我们家的一个鸡毛换糖的故事，就是咱们家浪莎温总的一个原始，然后到这个我来看一下，这个蛋已经有很久很久的一个历史了啊，自己以前我们温总，他们就是挑的这个蛋啊，就拿去用这个来，我们这边的红糖，用这个红糖去每家每户里面去一边蛋子蛋一边手摇着小鼓，然后跟他们家里面去换鸡毛，用一颗糖换一换鸡毛，对
经到今年已经28年，对，28年国民老品牌了。因为像很多没有说一个品牌能够做到28年，我们家浪莎它就是因为有好的品牌、好的品质、价格，所以说才会一路走到现在。啊，你看，这个就是做的袜子啊，浪莎第一就是出袜子啊。对，这个我们是用咖啡的碳维纤维做的袜子。啊，咖啡的烫出来的啊。啊，这个。那都是有洗，所以说是比较好的一些袜子。说做成袜子不容易，对，嗯，很多工序，有很多啊，用这个线，你看，这个线绕出来的，你看，对对，这是我们家手工线，手工绕出来的线，嗯，这个，竹筒，啊，这竹筒，这叫竹纤维，啊，竹纤维，竹纤维的一个袜子，啊，竹纤维用竹子，嗯，做出来的袜子，对，啊，你看这个就是发明的专利袜，专利袜，扎丝袜，啊，这个就发明了这种，啊，嗯，开始的，对，这里就是现在。浪莎空姐都是穿的浪莎的袜子，你看，没错，你看都是这个袜子一样的，嗯，它这个袜子都是丝袜，丝袜，对，嗯，就像我们家就是专门问咱们家各个航空公司去定制的，就是春夏秋冬，哦，四个季节，哦，都是我们家浪莎去定制它的，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浪莎他们比较追求品质，而且他们注意形象，如果说袜子品质不行的话，他们就很尴尬，啊，所以说我们家浪莎的袜子就是非常棒啊，对，是啊，看着这个空姐都穿的那么漂亮，你看那个袜子，嗯，包括说你看中国航空，啊，南方航空、东方航空、海南航空、厦门航空，啊，四川航空，就是都是我们家浪莎去定制，啊，这个袜子啊，对，啊，它这个可以放菠萝放里面去，那个袜子都不抽丝，是，嗯，都不卡丝的，真懂，嗯，我也是，啊，对，减去菠萝袜，对，这是现在新款的，啊，这里都是袜子展示的，啊，你看，这就是成品，你看这袜子，质量非常好，修改收回，它暖和摸起来，嗯，没错，这就是纯棉的袜子，用一那个细细的线制造出来的。对，就是咱们选用的是一个新疆的一个金苏棉，然后做出来的袜子，所以说它穿上脚的效果是非常舒服，而且吸湿排汗，啊，吸效果好。新疆棉做出来的袜子，没错，啊，这袜子好，你看全部是袜子，啊，你看好漂亮的袜子，好了，差不多了吧？啊。啊，它有矮装，有啊，这个有很多款式啊，有矮帮的，有高帮的。这品类太多太多了，嗯，确实太多了。是啊，很多品，嗯，
有运动员穿的袜子都有啊。都有，是的。有没有香港脚穿的袜子？有。我媳妇总是盯着香港的。就有了。二哥二嫂，来，我带你们参观一下我们家工厂。啊。这是袜子的一个分层，是吧？都是机械化的，这个机器啊。是。啊。它是全自动进口，这是机器的200多万一台。呀。对，我们现在都是全自动的了。啊。这个线，对，一根线的一个穿出来，都是机械化，全自动的机器。啊。做完之后，到时候我们还是第二个车间去做一个定型。啊。对，所有的袜子都是我们家浪莎的。这个袜子质量确实确实好。确实。是。啊，这么多机器啊？对，都是全自动化的。哦。哦，原来这个袜子现在生的档次浪莎，难怪它一天可以生产多少双？一天可以生产几十百万双。几百万双，你看，那是机器，啊、哦。每天都在生产，24小时都是在生产的。它、哦、它这个是自动的，不要员工的。啊、要员工，但是不像以前了，以前都是一台机器一个员工，现在一个人可以看整整两台20多台机器。哇。看这么多啊？对。呀，一个员工可以看20多台机器。对对。他现在就是线头断了，接一下线头就可以了。对对对。他可以听得到不？哪一根线头断了？那这个线头它就断掉了。啊、对，就接一下线头就可以。哇，这么大的车间，我们走了这么宽，只有这么一个员工在操作。那是快了，全自动的，一个人可以管20台机器。还是机械化好吧？是啊，不像以前，以前就是摇，这一边只能做一双袜子。对，现在科技发达了，包括说。那一些人工，是啊，你看这个，这是小，这是是它这是貂皮啊。哪里是貂皮？别瞎说，貂人是龙的。这个舒服，摸起来。哇，圈起来是显气质，嗯，高档。呀，整一套这个到东北去就不怕冷了嘞，这是大貂衣。有这么一件皮衣哦，穿起来。大哥穿，大哥穿起来。大哥拿去给大哥穿。看一下，看一下明天什么价位。还有羽绒服。拍一看。